书友们，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成语"春意盎然"。先沾一下墨。三个横笔都是有点斜的。这一笔偏下偏重，这一笔偏细偏短。勾的时候，这个部位呢是最重的，而且呢偏右一点点，勾上去了这里就要细一点。点完之后，刚好从这里错开，从这个开口往上提上来，然后在这压下去，三点一条斜线啊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一点点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利索一点，转个角往上抬，两笔的连贯性是很强的。那么这一笔呢，可以短一点。包括这一点和这个捺笔小一点。这笔就可以长一点了啊，最后一笔可以长一些。这一个笔画可以用捺笔，也可以用仿捺来代替。这一点，既然有两个点画的话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向和大小啊，不要写雷同了。那么对于这几个字呢，我们就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再见。